主料，面粉200克，辅料油、盐、胡椒粉、葱花、鸡蛋一个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准备好适量的面粉，在面粉加入一个鸡蛋，用清水将面粉磕成团，放在旁边醒15分钟。准备好葱花，将醒好的面团揉成掌条，然后切成大小适中的段，将面段压平，将面团擀成大的面片，将面片上涂上一层熟油，然后再在上面撒上一层精盐、胡椒粉、葱花，将面片卷起来，再将长条卷起来，按平，像步骤6一样将面团擀成面片，将擀好的面片放入电饼铛里面烙，烙至两面金黄，即可食用。烹饪技巧，口味重的朋友可多放些精盐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